是罗崇汉，继任人员请出列。受奖人员：优秀干部督导员谢作敏，辅导组长吴尚斌、薛成昌。以上人员颁发荣誉徽以内。接着颁发后备楷模辅导干部王建才，眷属联署会。以上颁发纪念徽以内。接着颁发在防有功人员督导员白志超、周汉国。以上的颁发国防部后备指挥部荣誉状以真。接着颁发资深三十年辅导员高全蒙。督导员高全蒙，督导员廖光辉。接着颁发卸任干部督导员方德良、尤建成。方德良，很忙啊。
接着颁发新北市后备指挥部的奖状，协助109年第三季主训服务工作表现优异，暨协助防灾演练有功人员主任张道宇、秘书高国书人员请出列。那接着我督导员、辅导组长跟辅导友一起念完，然后我们要一个个上去哈。督导员王建才、邱光耀、廖光辉、白志超、吴尚斌、周汉国、黄文元、林志敏、谢作敏。辅导组长尤世德、薛成昌、王胜义。辅导员高全谋、中心顾问张永明、洪墨威、余胜义。尤建成、方德良、林当龙，以上颁发新北市后备指挥部荣誉状以证。好，我来再看一下。